呢度有车胎，呢度都有车胎，仲堆到成座山咁。近日各区都有地方堆积咗大量被弃置嘅车胎，喺土瓜湾多个垃圾站，不时都会见到有人用手推车搬运四至五条车胎，非法弃置喺垃圾站入面。万一发生火警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屯门浩海街、浩福街一带都见到有废胎，大部分更加是大型货车的车胎，霸占了很多地方，妨碍附近的换胎铺做生意。呢排都阻咗嚟做嘢咯，好似嗰排掉晒出马路，阻咗嚟做嘢咯。我哋靠个路边搵食噶嘛，佢阻住，咁我哋咪拍部车做嘢咯。就算安装咗闭路电视以及拉警告横额，但情况都冇改善。有外判清洁工人仲话，废胎容易有积水、招惹蚊虫甚至老鼠，增加佢哋嘅工作量。较僻远嘅元朗锦河路亦都出现同样嘅情况，近百条废胎同埋胶带碎片散落一地。牛潭美滤水厂附近亦都有废胎嘅踪影，分布喺马路甚至草丛入面。有回收业界话，唔少同行为咗悭成本，会以黑市低价收购。因为本身我哋嗰个合法程度，我哋就会收细胎就会系收70蚊一条咯。咁但系啲黑市公司可能佢会用5蚊收一啲私家车胎，收完之后就会去一啲荒山人喺度弃置咗啊，或者去一啲香港嘅垃圾站度抌低咁样。环保团体批评本港旧车胎回收太依赖出口，而且环保署工作缓慢。讲紧十几年前咧，其实第一个回收嗰个所谓嘅生产者负责仔咧，就系做废车胎回收。咁但系咧，唔知点解环保署咧，由于可能觉得市场有呢个价值或者有回收嗰个情况，所以咧十几年咧系冇喐过嘅，亦都会造成今日嘅现象，就系一有嗰个嘅内地收紧嗰个情况咧，就变咗全部呢啲咁嘅废胶咧就会重涌现翻香港入边。环保署话喺过去三年，已经喺上述嘅三个地方进行200多次巡查同埋行动，以及提出54次检控。暂时未有计划引入生产者责任计划。 ONTV 东网电视新闻台报道。